以前我们在画施工图的时候，其实也真的是平面，就是一开始练习的时候还要先就是手画，然后知道我图面上有哪些东西要存在，要秀出来。然后到了后来就是变成数位之后，你就发现沟通的效率进步了，沟通的距离跟时间就是也比较有弹性了。我们不是要求一个对错，我们是求一个真相，所以我们去帮你找出为什么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。这个才是客户能够得到帮助的地方。